这次来的是叫做一盖一亿的观众，那就是我们观众叙旧篇第五位观众，是的，哎，跟我一样 logo，也眼光不错哦，这个钟的这个钟是因为它算是里面几个 logo 很丑的 logo 里面比较好看的一个，所以我只好选这个。那这样各就位观不众朋友，分大你家我好，的欢迎主来场到了，NBA 2K 都是Online 我的的比主赛场。现场，我是张立群，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赛事等着我们呢？大家敬请期待。哎，有妹在跳舞哎，这是新电脑才有的，还不错，人物模型做的比球员还要好。来看对面阵容是双方中圈叫 Ryan、球。Paul George，然后又是那个 Thompson，还有那个可以抓帽的中锋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波球权，准备开始他进也是攻。用 Rudy Gay 啊，所以也是一个硬仗。快速传球，哎呦超哎级呦，好就啊！凶，去派！传了一记高吊球，冲啊冲，还要冲了，还要冲了。回传。Kobe，Kobe，No，No，No。进攻时间所剩不多了，他传球给队友，球传到外我线去了。紧紧守死你！哎，好先险，控制好好险，防守篮板，传球，球传到右侧边线，只有远传，没有距离。跳投，好球，哎，他投稳，进了今三天分。双方比赛的第一啊，球，换回干得投篮好！包就是好。上一场没有用投篮包。英雄都要降临了。跳投，哎呦，对面也是用这投篮跳投包。不中，跳投，假动作投篮，结果传哎，出去给队可友。恶！投这儿中距离跳去，投，三分球没出进。手歪了，被篮筐弹出来，拿下篮板。他因哎，为运球不回小心，回场，墙违例的。这是计算过的，计算过。送你一超节，再送你一失误。帅呀、啊！好球！准备发界外球。哎，Kobe 嘿，真的又是一个手成功的超节，很会。跨越全场的长传，单手哦扣篮，哟，精好彩！球哎、啊！这球还真是漂亮，让我们我的再看一次重 Mutombo 播，被扣回了顾他精彩的进球。，nice 哦准备发界外球，，Kobe 嘛，哎，没有，完了，要传。传球，球传给了底线，呀、底线跳投命中。感觉就是跟我一样的投篮包啊。鲁迪给，回传，哎，这球距离有了，有点空远，档。出手了，I'm so 漂 sorry。亮，他们反超前一分，给我一步就是空档。慢慢来，球控好，耐哎心的，Kobe 寻谁找投？进攻机会，啊，被盖了。成功抢下防守篮板，球传出去了，鲁迪给，假动作投篮，结果传出去给队友，哎呦，小心小心。鲁迪给，他传球给队友。哎，不要这么紧，有点紧啊，两快位。出手，不然就要24秒违例了。中距离出手，空心哎球，呦，应声这入个好网球，，It's good。逆天呐、长传，跳投，出手没歪有，了，被篮今筐天弹远出距来。离不够，没有点满，运气没有点满。要传，我要注意他那个。球传到禁哎，区，不是你，这球还真是漂亮，让我们再看一次重播，回顾他精彩的进球。被偷偷开后门过去了。他传球给队友，我也会开后门，我也会。压制对手1-on-1。哎，为什么没有？不科学啊！有点急着出手。丢炸弹。本节比赛终于结束，双方教练应该会重新安排战术，希望接下来的比一赛分差，更一加分精差，彩。没问题稍后见。的，等于没有分差，一分差就是没分差。咱我们投三分球，两队加起来12下投半命场中，比赛开始了，底线准备发这个命球。中率可以哭了。准备发界外球。这代表我们防守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这样想，乐观一点。来啊，投投啊！跳投，跳投得分，哇，这他个们进领了，先对手2分，放不了。
超得好啊！哎，又是长传，致命的失误。跳投，好球！哦，对方连轰两球，五分了。这球还真是漂亮，我仿佛看到我自己啊！回顾他精彩的进球，只是有个脸上有纹身而已。这是骑士队的那个。哎，就一条龙上篮，没有人发现我。边缘人，边缘人最大的绝招。传了一个地板球，再投啊！他传球给队友，没有超到，没有超，不会吧？啊，被射翻了。还差六分。喂，得分了！哇。这球还真是漂亮，让我们再看一次球。柔软呐、啊，回顾他精彩的进球，能 Q 能 Q 的。啊，我要严加看守他三分球，不管，我要开包夹了。顺利抓到篮板球，成功抢下防守篮板，球传出去了。哎，想干嘛？没进，拿下这个篮板，四分差、啊，调整一下节奏，四分差很少的。传球，鲁迪给，控挡哦。目前还有一分的差距，看四分差很少的啦。哎，又有观众了，好，传球，我真的要守紧你喽，来啊，看谁是三分大师。哎，你怎么可以突然进来灌？这球灌的威力十足，你怎么可以突然进来灌？在发抖了，不对吧？守好的三分尬嘞，下次三分差。他传球给队友，稳到外线去了。追平，哇！看来他有稍微给我一点空间。Toby for two， 哇，漂亮！如果这是第四节，我就完了。大家休息片刻，看看下节两队会如何进攻防守。来吧，决战第四节。哎，被我看穿了。在这样关键的时间出现这样的失误，真是太不应该。哇！现场观众的气氛已经疯狂到快把球场屋顶给掀了，这场比赛真是打得让人热血沸腾。这球还真是漂亮。时间还剩下不到一分钟，每次的进攻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。最好是应声入网，最好是他们领先对手，每次都被科比。最好是还有多少？46秒。然后快速减少球在自己手中的时间，因为目前假动作投篮、no! 结果传出去给队友，球出界，这个失误太不应该。我的我的，时间，真是个好人。球传到篮下，回传，哈哈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这个传球还真草率。好球，最后被。比赛结束，哎，我太没有自信了。应该要单吃科比的，厉害厉害！那最后就是三分差，哎、欸，恭喜盖伊挑战成功 ，nice 哦！哦，好的，好，那就摘一场吧，来吧，这是要来血池的。这个上次输三分，这次就要好好血池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NBA 2K Online 的比赛现场，我是张立群。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赛事等着我们呢？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期待。我绝对不会输给同一个人三次以上，不可能。硬要比我长一个字 ，OK， 来。双方中圈跳球。我不是吃素的。你看到脚上，其实我脚上有个金色的刺青吗？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波球权，准备开始进攻。帅死了！中距离出手，好球！他投进了今天我这场就只给我自荐标分了。看哪边有机会，跳投得分。这是他今天本场比赛第一次出手，可以看出来今天手感不错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进攻。现在进攻时间还剩15秒，这球距离有点远，出手了，对，稳拿两分，看到了机会自干，真敢投啊！还是他中距离其实还是蛮稳的，虽然他投篮的时间稍微长了点，
不过我觉得不会影响他的进攻实力，因为他其实买饭很方便。哎，学我出手，哎，果然是我的果篮棒。这是他今天本场比赛第一次出手，可以看出来今天手感不错。跳投，球进。哎呀，这场是飙分大战哦。再一球，出手，跳投，出手得分。两分，两分吞噬你，你就是另外一个。我们来看这次的进攻。弧顶中距离跳投，哎呦，被盖了。可是我其实是为了这球跳投得分了，这进攻篮板有没有？耍废，耍废到一个极致了。他在耐心寻找机会，只是一个我。三分球进了 ，It's good。所以我懂你，你也懂我，我们两个是同一个。三分线外出手，界外发球，哎呀，有没有？配合的真好，好球！现在是场上两个人在发光发热啊。他传球给队友，传了一个地板球，传球超得好啊！我懂你。鲁迪给，哇哇，又是这个画面，好像上次也被谁盖过，被抓帽哥盖了。来吧，我们两个准备发界外球，中距离跳投，好球，接到界外球，这场可是看嗨了，三分命中。我很懂你的，我懂你的。快传到前场，立刻飙出一记。哎呀 ，Kobe 又是这个地方，上次被绝杀的地方。跳投。今天的我没有极限。跳投偏了。啊！出界了。帅啊！准看看这次的进攻是否能扭转目前不利的局势。中锋投三分，居然进了。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应该不高啊。太扯，太扯。传到界外去了，哎，球出界，这个失误太厉害，又失误了。哎，再一个片，哎，你看有人跳了，正折到他了。中距离出手，轻轻跳投的放进去。长传，哎，好球，好球。哇，我来暂停一下好了。教练不得不喊暂停。0.4秒，对方连续得分，气势快被带起来了。0.4秒，为什么没有过去？时机喊得非常好，应该是最后一节才有。本节比赛浪费一个暂停。回顾之前的比赛，两队精彩的进攻防守让大家绷紧神经。很快的就来到休息时间，球迷朋友也放松一下，他刚那个期待他们稍后的精彩表现。我已经拿18分了，整个是敌队的分数。哎，现在半场了。我看这比数应该是第三节了。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底线准备发球，慢慢影响到其他球员。目前他们需要有人挺身而出。这球砸到篮筐弹出来，他每一投都让我心脏在炸裂的感觉。Chris Paul 的三分功力超掉了，他一直在紧盯我的自建球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进攻，传了一记高吊球。球出界，这个失误太不应该。激情哦，激情哦，满满的激情。失误，失误。哇！第三节比赛结束，他们比分已经明显拉开。没关系，我就是要超越这支球队要如何追赶失掉的比分。一人超越球队的概念。来哦，小心哦！我要盯好他这个自建球员。时间不多，双方的超节了。在这样关键的时间 ，Yes， 终于可以灌了，真是太不应该，耶、yeah, ，超越了，超越了，20分了。慢慢来，球控好，耐心的寻找进攻机会。空心球被超过一分了，完了，我还要再拿一球。领先三分了，我现在只拿到20分了。好，有了。好球，现在两队已经差5分了。我就是要比你们高，这是一种坚持。球权现在在他们手上，时间剩下不到1分钟了，比赛结果还很难说。Kobe 从来没进，进攻篮板抓到了，被捡白饭了。传了一记高吊球，我就又投一球，命中得分。哇，他在拯救他们的队伍哎，这样我还要再一球哎，很麻烦哎。2分差又不能太冒险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要冒险。空心球应声入网，两分踩线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踩线，传球，他也很强啊，他
他已经尽量减少球在自己手中的时间，拿了几颗三分球又来，落后，时间也所剩不多，现在要赶紧抓住时间进攻，况且这一球一定要得分，进，采取远距离三分球，没进，啊，转暂停，要求暂停，我一定要超越你们的全队，准备发界外球，传球，这球距离有点远。出手了 ，yes， 好球，队友把球接到，造成对手一次失误，没时间了，哦 ，27 points， what the fuck？ 依照目前的情况，他们必须终于报仇了，三分，然后再进行犯规战术。上一次输他一分，时间不够了，哎，输他几分？输他三分，这次终于报仇了，谢谢我们的盖伊，哎，感谢。